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上课咯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嗨，线手语教室，我是龙老师连桥，我是听人老师如君。看好哦，连桥，看好我的球。哎，如君，你丢的球啊一点力道都没有。我常常告诉你要多运动，可以呢让身体有力气，也可以减肥。是是是是，你说的是事实哦。的确，我承认我办公室坐整天，运动量不够。OK， 今天的课呢，连桥老师我要和大家一起做运动，跟着我扭扭头，还有举举手，很好，还有摆摆腰，哦，很好，可以增加抵抗力，让你不会感冒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好，开始今天的手语词汇咯，请看。运动，拉单杠，举重，运动，运动，很好。OK， 下一个身体，在身体前画一个圈，用一食指画一个圈，身体，身体，好，下一个健康，嘿，有力气，对，健康，注意看哦，叫身体走路很有力气，很硬朗，所以这个是健康。你们记得要健康哦，知道吗 ？OK， 下一个抵抗，把它推出去，抵抗，抵抗，看好哦，一个九，一个手的手型推出去，抵抗，身体抵抗病，生病就不会抵抗力。OK， 下一个。减肥，减，瘦，好，减，减，减，瘦，对，你运动有就可以减肥，我运动减肥 1.5 哦，一个月哦，减了1.5公斤哦，肥，好，减瘦，好，把肥肉减掉哦，厉害。OK， 下一个，游泳，两只脚，游泳，第二个手语，游泳，蛙式，游泳。很好，你们喜欢游泳吗？喜欢吗？不喜欢哦，很喜欢哦，阿嬷很喜欢，然后这个鱼不喜欢。游泳有分，如果是游泳池的，那就是在池子内，池子里面游泳，池子里面游泳。如果是海边游泳呢，就在外面游泳，好，池子的游泳，海边的游泳，了解哈 ？OK，
好，下一个跑步。跑步，一二，慢慢的跑，好，身体健康，慢跑，好，这个是慢跑。我有没有慢跑？很少，偶尔一点点跑。我都用走路的，走路走的很多，跑步很少。以后要改跑步，跑步 ，OK。羽毛球、鸟球、鸡毛，你还好？鸟球好可爱，小朋友是鸟，然后羽毛球的动作，毛就是鸡毛扯下来的嘛，哈，鸟毛、鸡毛做成的羽毛球，所以就有鸡，然后打球，知道吗？很好，下一个。乒乓球，一手拿球，一手当拍子。乒乓球，会看得懂吗？这个是球，这个是拍子，打过来，打过去，打过来，打过去，打过来，打过去。如果下雨天，你就可以在室内打乒乓球，就不错，是不是啊？可以吗？看那个眉头皱起来，清楚吗？好，下一个高尔夫球，高，然后一根棍子打球，高尔夫球，一个球也是白色的，白色的球用一根棍子打出去，打出去，高尔夫球。加一个这个高，就比较清楚，是好，因为像这种，还有那种曲棍球哦，曲棍球动作有点像，好，所以我们加个高，高尔夫球 ，OK， 下一个网球，网子打球。网子打球，对，就是网球，一面网子，然后发球挥出去，对，清楚哈。OK， 下一个篮球，这个是球框篮筐，然后球落下去，篮球。篮球，篮球就是这个球掉下去，好，掉下去，篮球。如果呢用动作也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这样，也可以打篮球。OK， 下一个排球，两个手语，第一个脱球，脱球。第二个手语，排球打过去，好，排球，排球 ，OK， 好，棒球打出去，一跟零打出去，棒球，棒球，啊，那问你们，如果那个棒球全垒打，棒球打很远很远。手语怎么比呢？好，表演。阿妈飞就好，他看我咻飞到墙外面。哦，对，咻飞到墙外面，就是全垒打。哦，咻，好，全垒打。对对对 ，OK。比赛，我们两个人比赛的话就，如果我跟你们比赛的话，比赛，它有方位，我们两个人比赛，我们两个可以比什么？比喝水，哦，快，运动呢？
我们两个比赛跑。OK， 好，下一个跆拳道。跆拳道动作，对，跆拳道。OK， 柔道，手语怎么比呢？两个人这样牵着，然后把它甩出去，两个人抓着，他不是这样子吗？好，两个人抓着倒下去啊，抓着倒下去 ，OK。下一个空手道，木板哈踢下去，哈，空手道，空手道，空手道，了解哦。好，跳远，跳远，跳远，跑跑跑跑跑，一，然后跳出去，跳远。跳远 ，OK。还有跳高两个手语，第一个是跳高，用趴的过去栏杆，跳高。第二个用背滚式的跳过去，哦，就跳过去。好，再一次哦，第一个。跳高，第二个跳高，竹竿呢？撑竿跳呢？嗨，然后哦，跳过去，撑竿跳，对，不一样。选择，选择啊，就有好几个，你要选哪一个？选择。选择 ，OK， 户外，户就这个字，户。第二个手语就是房子外面，房子外面 ，OK， 室内，室内。这个四四方方的房间内，室内。第二个手语，房子里面，房子里面。OK， 生病两个手语，第一个对，生病，摸摸看有没有发烧，有发烧。第二个手语。生病，拿一个冰放在头上，生病。第一个手语，生病。第二个手语，生病。好，那天气冷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保暖哦，不要生病哦，知道吗？嗯，很好。接下来感冒，流鼻涕。流鼻涕，动作一样，哎呀，感冒，感冒 ，OK， 这样都清楚了吗？好，那所以现在我们要刚刚教过的手语词汇，现在我们再练习一次，我们不说话哦。跟着我们的速度一起练习，开始。
手语复习完生字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绘画哦。好，林巧老师先问那个跆拳道哦，好像也可以踢脚，对不对？好，手语跆拳道，好，刚刚的跆拳道，好，也可以踢脚。OK， 好，补充说明一点点。好，现在是绘画哦，绘画第一次，我们不说话，看我们的手语有没有看懂哦。好，你们有没有看懂呢？有没有啊？绘画看懂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呢再来示范一次，我会翻译出声音，大家注意看我们的手语哦。好，你喜欢的运动种类是什么？我喜欢和朋友一起打篮球、打排球，可以长高。我喜欢自己跑跑步，然后去游泳，可以减肥。啊，户外运动要日晒雨淋，很累耶，你可以选室内运动，像是什么呢？打乒乓球、羽毛球，还有可以练习跆拳道、空手道。星期六放假，可以去户外打棒球，不错哦，可以约朋友一起去棒球比赛、篮球比赛。是啊，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抵抗力。像我一样身体健康有活力，要学我知道吗？ OK， 清楚，都了解哦。OK， 好的，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来猜谜咯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要猜谜咯。看
老师的动作，然后举手哦。好，告诉我第一题。好，瑜伽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一分。好，很好，一分。好，第二题。阿嬷，怎么阿嬷你在听不到声音？拳击，打拳，打拳吗？日本，日本相扑哦，不是日本的，好、哦，有国外的。好，肌肉男这样子哈、哦，你好，拳，哎，拳击，拳击，对哈、哦，对对对对，好。第三题，阿嬷得一分，好，第三题，看好哦。什么？阿嬷？啊？跳很高。跳很高，对，是什么？看哈、哦，什么？跳水，跳水，没有水，没有水。好，再一次，好，表演一下。然后开始丢。好，什么体操？谁答对的？谁答对？好 ，A D 好 ，A D 哦，这一个没有开视讯答对的。好，一分。第四题，谁？谁？柯老师有要回答吗？好像。美式足球对不对？美式足球对，就是那个美式足球，答对。好好，下一题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躲避球，阿芝答对。很好，很好，答对。好。躲避球，下一题，第六题。哦，什么？两个字？啊？太极拳。太极。好，最后一题。
跑步，马拉松哦，你喜欢马拉松？哇，是重听的学生。好，我的学生他喜欢跑步，跑马拉松。接下来，金门的阿姿，游泳棒。然后柯老师喜欢什么运动？游泳，太好了。是游泳池的吗？还是海？好，大家的身体都很健康哦。今天呢是线上手语教室2016年最后一次上课，我们要谢谢各位朋友这一年那么长的时间，好，这个时间呢把很多很困难很忙的事情都排除掉，然后六点准时来跟我们上线学手语，谢谢。也要谢谢每次上课都帮我们设定电脑还有拍摄的幕后工作的团队，谢谢。所以你们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我们两位很厉害的妹妹哦，他们两个那个电脑啊设定啊，谢谢，晚上加班辛苦了，谢谢。是，然后连桥老师，我们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好不好？一定要啊，我们顺便要教大家手语哦，注意看哦，跟我们学哦。好，圣诞快乐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快乐。第二个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鸡年行大运，就是运气好，鸡年运气好，行大运。 OK，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明年再见，恭喜恭喜！线上手语教室，拜拜。